小朋友们，小猪佩奇和伙伴们的杯子都打乱了，让我们来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那个吧。这个是海绵宝宝，那他的杯子是蓝色吗？蓝色 ，blue。错了。选择黄色试一下。黄色 ，yellow。正确，答对了。这个是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，那他的杯子是哪个呢？选择蓝色试一下吧。蓝色 ，blue。真棒，一次选对了。这个是粉红色的小猪佩奇，那我们试一下黄色的杯子。黄色 ，yellow。错了错了。再试一下红色。红色 ，red。答对了。这个呢是超级英雄蜘蛛侠，那他的杯子是黄色吗？黄色 ，yellow。看来不是这个。那深蓝色呢？深蓝 ，dark blue。答对了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我们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